暫時都係想做翻同個人、同時間、同點樣體驗時間，同埋點樣去即係攞翻嗰個主導，一個人點樣可以控制翻自己個節奏喺香港，或者係點樣睇一啲嘢，要喺一個咩情景上面先可以睇嗰樣嘢，睇到係同平時唔同，或者用另外一啲角度去睇。開始又拍啲唔同嘅嘢，同啲時間有關嘅，咁就好偶然之下咧，就玩嘅心態嘅啫。其實係拍阻住啲人搭 lift 咁樣啦。咁就拍完之後可以咁樣擺埋一齊，然後去再做得認真啲，自己去買翻自己啲嘢啱啦。同埋想再即係串少少咁，將嗰啲人啲錢定價，咁就好似我可以控制，即係我可以定人哋嗰啲人嘅時間價值咁。嗰時未開始做嘢，但係都會覺得全部啲人都會諗錢同埋時間嘅關係。既然啲人咁樣講，我特登更加咁樣喺呢個方向度做，就咁樣開始諗將概念同埋嗰個媒介去。去摆埋一齐谂，拍一大扎跟住再睇，拍咗好多去睇，然後再揀，因為現場好難去，你睇得嚟佢都走咗，所以係拍咗先至去睇，然後睇完再揀。我而家諗緊都係等待嗰件嘅先，直覺嘅嘢就即係睇到覺得嗰人有啲嘢咁樣，即係好難講嗰種係咪。